并非凡说你到了选举就把统独问题当成提款拜托，我不是讲国家治理吗？他到底是有没有上过逻辑学？林非凡说你到了选举就把统独问题当成提款拜托，我不是讲国家治理吗？他到底是有没有上过逻辑学？那是今天怎么火气那么大？林非凡哦，我跟你说拜托，你妈这哈有新潮流的，依附新潮流的吗？你怎么会说他依附新潮流？那不是参加新潮流的吗？还是大家出来说他不是？